针对台湾识字率的一个这个议题，那识字率当然它背后就代表说我们认识多少的中文文字、中文文词。好，那这识字率其实在现在的数位科技的时代，它或许还有一些工具可以协助我们来推广这个识字率的比例。渐渐的，我会知道说有一些词汇，可能透过一些阅读或者一些教育的方案，我们还是可以让孩子们或者学童们，他可以有一个有趣的方式去进行。其实各位如果今天有看这个提案列表里面，有第一个提案也是有一个社群朋友他写想针对这个识字率，他有发现到一些工具好像可以拿来修改一下，作为一个教案的辅助工具。好，那我们待会也可以听听看这个社群朋友 Ronnie 他的一个观察和发想。那你先把那个弄给陈老师。大家晚安。不太清楚对不对？因为我有点沙哑，可是因为我的肺不太好，所以我把口罩戴起来保护你们，也保护我自己，我没有旅游史。我坐着可以吗？我从来不知道我要
要认识多少中文字，还不是活得好好的？然后我要准备出国去读书，那个时候才会去关心我要会多少字词，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识字量问题，我们面临到的是，它跟我有关系，而且它跟我们的国家有关系。怎么说？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到底认识多少个中文字？有人知道吗？你关心吗？认识多少字重要吗？我要跟大家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大家都在讲的常用汉字，不用再放弃自己，不用四万万个字，五千多个字就够用了。那五千多个字，你不用认识到非常多字，你又不是要考状元，就是没有要当成字典。我记得我们以前都背字典，英文的不是。最重要的是前一千个字，怎么说？前一千个字。你觉得这几年级没达到的标准，有没有预习呀？有没有拿到讲义吗？没有。等一下，对不起，来，一千个字左右，其实是二年级的水准。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是。早期比较多的是教科书的研究，大家会去算所谓的字的难度，编字典也是一样的概念，就是你会分成粗样，然后再去还原，你就会推估一个人的资料。国小一年级老师们曾经算过，教科书只教三四百个字，可是识字量有到700平均，当然也有零的嘛。那最后的第一题，就是那个零在哪里？那为什么一千个字很重要？是因为他们分析当时的国中小的教科书，或者是读本哦，到青少年读本。大概90%多以上都是在1000个字以下就够用了，就够用了。所以呢，等一下有看到非常多数字，可是呢，那些都是一个 marker 的概念，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你的目标。到你们发展的阶段，得先后花一些时间来说。那说完之后，就要想我要怎么做，才能够真的帮到他。好，所以听说读写这四个都是语言，对不对？听说读写，请问听说读写什么要学，什么不用学？想一想哦，如果孩子的识字量不够怎么办？这次的病毒，他就没有办法保护他自己。所以，阅读能力就是我们108在讲的课纲，就是告诉你怎么样透过阅读，可以得到解决你生活问题的一些知识。我最近看了一个，我跟一个那个，我参加不读世代嘛，他刚说，不要问为什么不读书，是因为这个问题不有趣，没有太多比读书更好的事情。可是
阅读是为了解决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因为你要解决你一辈子的问题，所以你要学习阅读。我们在讲识字量，又在讲阅读，因为识字量是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这很重要。就是那要有这个基石，我们才上得去。那同样的，听跟说，这是先天的能力，因为你只要不是听障，不是语障，你都一定学会你那个语言的听跟说的文法，你一定会讲。今天早上我吃了一个丰盛的早餐，你不会讲。今天丰盛的早餐，在今天早上吃，对不对？你会用这样的文法。好，所以呢，我们就会继续来看一下，它会变成一个公共卫生的议题。这可以看到吗？这个联合报写的，那它重点是什么？啊，大家知道披萨吗？知道吗？大家知道贝尔吗？一个在几岁？贝尔是在几岁？4年级。披萨呢？国2，8年级。为什么在这个2个年级测？因为第一个是识字量的门槛，就是如果你要过4年级的平均识字量，你是没有办法以后去做终身学习的，你一定要有累积一定的教育水准，你才有办法去说，我以后我就算离开学校，我随时都可以回来。第二个是15岁，那是你的全和全世界都在争取的是我们看他的比赛的评比，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就是这个15年间国力的素养，就是5年，所以就知道谁会越来越强大，谁不会越来越强大。为什么给大家看披萨？因为呢，它3个都有考，它的标题是数学跟科学落后了，可是他都不讲阅读。我们的数学跟科学其实都是在前10，所以它的落后前10。虽然在落后，但让我们觉得很伤心。可是呢，更伤心的是，我们的阅读都是10年以后。听说很多钱，刚刚都说了，所以呢，所有的识字教学应该要去注意的就是这些。都很重要，包括我说的前面很多的问题是隔代教养、新移民、偏向，他的问题不在阅读，是在前面语言的环境就贫乏了。所以呢，我会认为连听故事都很重要，因为呢，说故事这一件事情会让一个小孩把他的脑里的智慧部转成有自行连接的智慧部。所以我最佩服的是国小1、2年级的老师，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让所有的学生能够把 Apple 屏幕和他们那个屏幕Apple 的字型连接
在一起，这是国小教育的贡献，把形音更易，这主要是字形的部分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连接。所以我儿子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写字的时候都打跟我的公公吵架，他说你都写错了，我说不是，不行，我的老师这样教我的，他是全世界最聪明的老师，要每一个字都会想。那刚刚其实我已经把我想讲的都告诉大家了，就是对的不是先天的，但是你如果没有机会在前三年的话成功的话，你到了离开学校，这个是国中学嘛，都还是会失败。中文更特别的是它牵涉到书写的要素，所以记得小时候我们被教书控吗？ Make sense， 因为郑思恒老师他们有做过一个研究，英文中文大同小异，差别在我们的中文在运作的时候，我们的运动区因为我们的字有上下的，英文没有啊，所以呢会有人写颠倒字是上下颠倒。那不是学科教育慢慢的走出来，越发现没有解决环境的因素就不要去解决生理的因素，所以呢大部分我们都用简单观点模式来想这件事，就是我们的考虑就是你要给他的 input 阅读理解有识字，识字两部分还有口语的理解，这是学前我们是用口语的。再来我们的国小阶段到国中是在做建立筋膜，是质量在前面，那这边是阅读，所以我们着重的是我说最重要地基的是四年级以前，这个大家再去看就好了。因为呢我们会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有看到吗？自己再看就好了。那最重要的是识字这件事还牵涉到流畅性，因为那个流畅性是让你自动化，有一个平行假说，就是你要认得够快你才会有能力去做阅读理解。就像我在研究所读书那个一篇 paper 翻完就三个小时了，那是解码就是识字嘛，之后再回来读一遍。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在研发一些识字工具，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刚说的这个累积的东西，有兴趣的我们全部都有赛可以用的文献，大家可以继续读。你可以看到四年级看到吗？没电了，2600字，后面就慢慢的趋缓。不过比较辛苦的是全国的长模会进步，但是紫色的花东长模他们是都一直是落后的。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就只是第一能力就是用一个标准差啊，那应该是识字能力组的，你可以看到低能力的识字组在六年级就1635字的话，那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啊？三年级的事，对不对？所以呢
你会看到低成就的到四年级就不会进步，然后一般能力的可能还会再成长，那就是我们说的马太效应。贫穷的人会越来越贫穷，富有的会越来越富有。这个是成人教育不讲父母的一个元素，你也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多少比例。我们的课纲跟我们的实证对吗，不一定很有关系，但是你可以看到这、就是108年的，它叫你到1800个字，在第二阶段1800个字，第二阶段我们大概3、4年级是第二阶段嘛，对不对？要2000多，我们估计的比他们多。我相信就是麦克风到了平均数跟标准差，你可以看到它的单位是一般以每分钟打对字数，这是最后一页。所以呢我们的教学，我们希望教育界它其实已经在运作了，不是只有蔡姐自行，也不是大量的抄写，我们很希望能够结合其他各位的专业，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些辅助的师资教学。我甚至一点时间都没有，我有一个4分钟的影片想要给你们看，那因为没有拿到授权，所以我没有办法能够先，我没有办法提供大家。但是我想要跟你说，华东地区的问题基本上是华东的市区跟西部没有差别，但是100个人以下的小巷，不管是华东、南投、屏东这些地方，它都有一个你想到下一个吗？就是那就有机会再看吧。那是需要这个协助的，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好，那谢谢陈老师的分享，我们先掌声谢谢陈老师。那他好奇的提问是说，有现在网页上或者是网络上有什么免费的检测工具，会是一个 free 去使用的吗？检测试质量。对，检测试质量。我们那是教育界的一个教育部在管理的一个工具，网络上好像有一些老师会研发，像天下是跟李俊仁老师，李俊仁老师是的，教星星的李俊仁教授，然后高师大的方金雅老师，他们会走线上。那我们自己，我自己是识字量的，这、就是一种医疗工具，在特教领域的这个研发者，但是不太在，就是他需要受过训练，能够试测，所以有简单版，也有专业版，都有。所以老师刚才分享的，在说，老师比较擅长在推动或研究，就是所谓专业版的，跟特教的学生们结合的这个，算是虽然教不对外公开，不过就是以研究为主的工具。那老师刚才提到有一两位老师有协助开发一些简易版的线上的工具。谢谢。
实上，我们也在特教的网页正在修订识字量评估测验。是。那如果大家都可以用的话，可能需要有一点媒介转过去这样子。那因为还没有完成，就不敢讲出来了。是。好的，所以有分享这个讯息，那所以或许，好，那我们再来提问，就是以这个提问为主。那我们就接着换下一个讲者。那我们在换下一个讲者之前，我们还是掌声谢谢陈老师的分享。是这个意思，看起来还是蛮多的。好，那对此请我提醒大家，就是一样，那个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因为把握时间，就是写在slide上面，所以。